所以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看这个 2.5 层楼的 Semidilla。所以这一边呢，主要的是它可以放四辆车，你看一看，一辆、两辆、三辆、四辆，然后呢，它是有107车长的哦，秀给你们看一看，107车是这么的长，呵 ，OK 了，现在就跟我去看里面 ，Let's go。呵，这边就是大门口了，呵，这边就是客厅了，呵，这边就是上一楼跟二楼的，呵，这边是 guest room， 这边是厨房，然后这个是 common toilet， 还有一个小房，我们一起去上面。呵，这一边就是 family area， 我们去看 master bedroom。哈哈，我们已经到了 master bedroom 了，这里有个宝格丽，然后我先带你们去看 wardrobe。那这边就是 wardrobe 啊，这边就是厕所啊，这边就是他的厕所了，你看有几大，而且这边还有 bathtub 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另外两间房。哈，这里每一间房间都有 access toilet 的啊。OK， 有点辛苦。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中房了，也是有 access toilet 的。我已经没有法力了了，这一间你自己看呐，拜拜。这边呢就是班达马古达切拉斯啦，我身后这边呢将会有18间的 CMD， 107尺长 bungalow 的 sizes 卖着你 CMD 的价钱，距离 EKV 只是区区的3分钟，等下我就会飞那个 drone 给大家看一看这边跟 EKV 的距离了。